我喊加油有什么用啊？过几天就是战队训练热身赛，留不留得下来，看他第一场表现吧。哎，童瑶，你别紧张，成哥一向这么严格。没有任何事、任何人可以在网上隐形。我就是习惯。你打职业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来我们战队，不允许 ZGDX 好吗？大哥，我打职业是我自己愿意，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挡住了，成哥。这个是你女朋友吗？尤其是在我这里。Smiling， 肯定是了吧？虽然只有背影，但看起来很可爱的样子呀。这个女的认识简阳，这才来几天呢，就跟成哥同进同出了。Smiling 大大，我们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期待你第一次亮相了呢。回来了，看来我们成哥还是跟新队友相处得很愉快嘛。愉快，就像带着去春游的幼儿园女儿去超市买零食一样。红瑶，之后你就坐这里。这不是原来你的位置吗？嗯。不好吧？没事儿，自古中单都是坐这个位置。你看，这是我按照小胖他的指示给你换的最新款的电竞椅，这都是最专业的，可以根据你的个人习惯随意调节。试试，保证你上飞一整天都不觉得累。谢谢，加油！光喊加油有什么用啊？过几天就是战队训练热身赛，留不留得下来，看他第一场表现吧。哎，童瑶，你别紧张，成哥一向这么严格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属于少女的粉红装扮。拿掉，放我旁边辣眼睛，我要掉段算你的。这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小姐姐喜欢，不能。你喜欢？这个花边确实有点挡视线。小姐姐，你不要被强权欺压，大声说出你的心声。也不是所有女生都喜欢粉色系啦，只是我没那么少女而已。你刚不才买了双粉色拖鞋吗？成哥，我劝你善良啊。这个就是可怕的直男审美。闭嘴！怎么了？啥错呀？小姐姐，双排吗？嗯。我去看一下。我方是谁？被封印。救我！哇，小姐姐手速可以啊，666！哎，别跑，等我一下，和他们打，我来了。对面人都在那干嘛？杀这么高？我方是小姐姐，别蹲了，我守不住了。哎，打一波，你先扛住，我马上就到。啊，别吧，对面三个人呢。没事，打。跳他们！我小胖，你跳啊！我哎哎，胖子死了！那么菜啊 ！Nice！ 太快了，这手速！来，小胖，扛一波，一波一波一波了啊！你站，扛住他！小姐姐，你这什么怪物打法？我感觉打了一局假游戏。你确定我们是在双排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自己像个孤儿？胖哥哥，你是辅助，就是要扛伤害的，不然我怎么 carry 呢？小姐姐，真没看出来，你打游戏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不会别人叫你电竞花木兰。小姐姐拿了 MVP 啊，太厉害了。松松的，下把一起飞啊。好啊。这世界很酷。